Amen. 每主耶稣主教时间就痛齐 ，Amen。喺时间你见下时间我哋无论时间系智慧，时间你见下你感谢主，时间无足十三，时间你祷告，时间你感恩，时间你敬就主耶稣嘅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都撒感谢你，非常非常感谢你主啊！因为你安好对我都三年，第二年我都撒很好身体健康，啊，加系你个爱对我都撒，啊，加系你个恩典对我都三年啊主，我都撒感谢你，感谢你，非常感谢你主耶稣啊！你今日我都撒赐福，我都撒相信，你就讲我都撒做通差。你就讲阿多沙做下阿里滴阿主，感谢你主耶稣，感谢你，阿多把阿多沙事奉奉主耶稣滴多爱命，阿多沙来祷告，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时间相信主耶稣安好，阿门，阿门。时间唱歌，时间赞美，时间跳舞，时间主耶稣，时间请大家讲真真好。是耶稣真真好，真真好，真真好，来信耶稣真真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这个礼拜真真好，来是耶稣真真好，主耶稣真好。准备自己的心，时间静静来感谢主，时间静静来敬拜祂，时间静静来把自己的心归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多少感谢祢主啊，我多少爱来赞美祢，我多少爱来唱歌给祢主耶稣啊。阿门。时间请他来唱这条歌，时间静静来唱这条歌。上帝。
心意。上帝就在你，Cookie.
上帝在我心里，我不是就担心你安慰我心，我日子困难你肯带我，我赞美哈利路亚，哈利亚主啊，我赞美哈利路亚，耶稣我上帝你就安奇妙，吹我心中里爱赞美哈利路亚，爱来赞美主啊，爱赞美哈利路亚，爱赞美。Yeah.
稣安好对自家的声音，自家相信主耶稣，只要家自家做下，保自家，只要每下家自家做下通仔，感谢你就感谢你，阿你喺度嚟晒敬拜，阿你喺度晒赞美你啊主啊，你今日喺度晒初行点点听你嘅反应，系咪你讲喺度晒听你讲用你福音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嘅名喺度晒嚟祷告，哈利路亚，阿门。Shalom， 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早安，你当然好么？自家感谢主，今朝先自家热车能够来敬拜赞美自家当然的主，今下自家爱来听上帝话语，自家来先热车先祷告。主啊，感谢你，今朝先我当然来到你面前，带出我当然嘅渴慕嘅心，心焦嘅心对你主啊。献上我多年的敬拜，献上让我撒赞美，我要来歌记赞美荣耀你嘅名。主啊，求你嘅圣灵提提来恩膏我多年，使到我多年所献上嘅敬拜赞美，我撒嘅祈求嘅祷告都得到你嘅喜悦。我多撒相信，我撒主系吹弹我撒所求所托嘅。感谢你主啊，今日是跟我撒一堂嘅翻译。求神灵，你帮我撒更加嘅渴慕嘅话语。求神灵来恩膏我多年，帮我多年能够好好接受嘅话语，来弹唱，能个人能够实行出来。感谢你主，我想祷告，奉耶稣名求，哈利路亚，阿门。亲爱弟兄姊妹，今朝先自家多年学习关于呢个敬拜。呢度开始自家先看呢个亚当嘅夏娃。当见阳山放了垂了，个人啊本上帝啊，像呢个日田真啊对出去，那结到那降落见阳山啊，爱做工咯，呀爱劳苦，爱出汗，呀爱生发，那结果见阳山啊有两扎成人啊两来，都按到呢个阿伯甲呢个归准，那这里呢圣经度呢冇提到呢也冇讲到。这个阿伯的归准几细细也几很细很少年也很年轻给两百年给生发也都给家爱的生发圣经图没有提来特别圣经图日下降落基隆山的名字都降落根据基隆会带来的奉献带来的敬拜本上帝那你们这里看到为了在上帝的眼中呢，这个敬拜、这个奉献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一日看这个阿伯的归准基隆山献上的敬拜，也献上的奉献呢，得到两百年上帝呢凡人基隆山的奉献呢，这一看呢，就是讲我这个阿伯呀，佮带这个奖呀。面中子呢最好的基督最好的呢带来献祭本上帝来表现出来这个敬拜本上帝那上帝呢接受接纳这个阿伯所本的奉献所献上的敬拜那这个归准呢基督因为他重作人他带这个大部分这个重作基督呢他献出来呢他来献祭献上呢本上帝，特别呢，上帝呢冇接纳，呀，上帝呢冇接受佢所献上嘅奉献，甲呢个一个敬拜。那弟兄姊妹，即刻看到嗬，上帝呢，佢一个心中度啊，佢暗爱尊崇啦，用百年即刻做一个圣人嘅敬拜对佢啊，弟兄姊妹。那这里呢，即刻看到啦，呢度行正开始啊。开始呢，开头很安静，很忙，就了解律法的时候呢，这个敬拜呢就已经有了呢，有了呢，就你每次叫上爱来献祭本上帝呢，敬拜呢，已经呢爱带埋爱带你就了解献祭来到上帝面前呀，献上本上帝。那所以呢，上帝呢提醒自己每责任，意思讲呢，自己本该奉献，自己献上的敬拜呀。因为上帝要接纳，因为上帝呢唔要接纳，所以今日呢，自家都想爱看，爱两百年是到自家嘅奉献啦，自家所献上嘅敬拜呀，
怎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呢？怎能够上帝接受啊？总之接纳啊！那这个爱良不应做呢？出这个敬拜呢，是遭受上帝爱的呀，弟兄姊妹。那这个你看这个经节啦，约翰福音第四章22节，这个你看先。约翰福音第四章22节，怎样讲？这杜家书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话讲出来未？这里家书怎样讲？你都人所拜祭，你都唔知。我都人所拜祭，我都知。因为呢，救恩是从犹太人传出来的。你看弟兄姊妹，上帝耶稣呢提醒呢只妇人家，佢讲最重要，你都啥敬拜上帝呀？敬拜上帝系认识先啦。呀，你都唔知，你拜那你唔知，系拜我两百年嚟嘅主啊。特别耶稣讲，我都人拜嘅呀。呀，我都认知，呀，我都认识。所以呢，上帝呢，爱自家多人弟兄姊妹，自家敬拜，自家信靠耶稣，呀，自家领了圣，呀，自家也每只礼拜安静的心痛，呀，自家也有侍奉。特别上帝点点接触嘅圣灵啊，要提醒自家每只人，系咩？自家所做嘅，自家献上嘅敬拜，系咩？造出上帝爱嘅么？啊，都上帝喜悦嘅么？啊，都上帝接纳嘅么？咁啊，猛啲啊！呢个敬拜呢，弟兄姊妹，讲我自己嘅认识对上帝啊，讲我自己隔自家创造自己多年嘅上帝啊，隔家嘅沟通啊，有几多嘅关系，有几多亲嘅关系啊？你哋咧啊，变成就一齐嘅敬拜。所以呢，亲爱弟兄姊妹，自己多年啊，我已经嚟学习呀。咁啊，猛啲啊，自己啲啊，按多人家讲句，拜上帝呀。安多讲，安多人家讲佢信耶稣呀，基督徒。特别呢，而系安多呢，唔明白呢，讲住两百人敬拜呢位上帝啊。咁啊，几多人啊唔认识啊，呀唔认识呢位主呢，佢所敬拜嘅。嗱，从今下子啊，我比如讲，我等三个成人啦，呀我嚟啊，我看见啊，别身安闲啊，每日啊，特别叫佢节目啊，都系咪看佢苏格嘅面身吓？出一个田长呀，伊长出一个 video， 啊，专门讲一部卡家庭嘅生活呀，一个每日嘅佛堂，一面身做埋呀，啊，家一部卡面啦呀，啊，到家家面身嘅朋友啊，而啲呢，佢每日啊，看到佢呢，看到前落力啊，看到佢安静静嘅，之后呢，好像呢，佢要静静啊，要吹。你只因你只面身你计不一样啊！那特别啊，安身持只看哦，佢安样安咪哦安落力，安要显示看见啊！特别佢唔识唔见到你只面身事啊，唔识面对面遇到事啊，呀！阿爸啲讲开哦，面对面遇到都猛识啊！而啲外地呢，阿叻嚟呢，做乜呢？佢啲你只面身啊，特别佢猛认识佢啊！那。就像呢面身咩系？佢咩盲人识阿嚟噶？呢叫用山啊，唔识见到啊。那呢一个呢？表示呢？自家都人呢？冇强地，冇强汤，甚至立位上啲只拜嘅，呀，做耶稣基督。特别最重要就是黑山爱认识啊，弟兄姊妹，自家一阵阵在心中度量认识呢只呢位主啊，系两百人为爱嘅主啊。那就啲耶稣唔会只一啲人像一个法律上人，像一个律法师用钱啊，几多人啱懂一个律法，啱啲后辈啊，从头到尾几多人后辈啊，而啲连一个耶稣嘅门徒啊，很冇嘅，佢几多人比啊，呀几多人门徒啦，完全啦唔后像一个法律上嘅律法师，按样后辈后懂一个律法啊。特别很可怜，到咩呢？呢一个律法师嘅呢一个法律上人啊，几多人就问啲上帝，接触呢一个律法，特别唔晓认识上帝啊，完全啊，咁啊，时时搞到几多人会认识上帝啊？系认识耶稣嘅身份啊？几多人就认识上帝了？特别结果几多人唔会啊？也甚至只一看到咧犹太人啊，又啲班法律上人啊，很想把耶稣啊，宪法啊。所以呢個十字架蛋糕，
那只阿坤多呐，你个分撇个，你个门徒啊，门徒几多人冇安厉害呀？出了个律法个方面，但比几多人安亲人是耶稣啊？你咪当咪呐？你咪当记你个门徒呐，个耶稣呐做下身法啊？呀，个做下身法呀，做下侍奉呀，做下食做下睡。几多人要安何个亲密个认识，安何亲密个沟通？所以呢，这个安永兴呢，这个门徒呢，真正系了解关于耶稣，了解呢基督敬拜嘅主啊，除咗耶稣嘅身份，你看听住未？所以呢，耶稣呢接皮嘅门徒，几多人唔像呢个法律上人，我连呢耶稣系讲出一个比字，也除咗呢个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章咁样讲。耶稣讲，要入会呢个法律上人，隔呢个超岁嘅人来到圣殿，来到圣堂去啦。你啲基隆山啦，来到圣堂啦，去祷告。你嘅法律上人啦，来到上帝面前啦，佢朗诵超头啦，头啦啦，望上天啦，望上天佢超讲啦，用上帝啊，咁谢你，我唔咩长记得面容现，我唔咩长劫，我唔咩怀念，我唔咩房间人面现。我唔咩做唔好嘅事情嘅人，嗰年我唔咩唱鸡杂超衰嘅人，嗰年咪我十礼拜啦兼职两年，我呢润润呢搬出呢个四分之一，嗱，你看一个祷告对上帝，嗱呢只超衰人啊，来到上帝面前，头那累累一个。小点点破嘅心肝，点点破嘅心肝，佢超用计心啊，老人家讲真正计破碎嘅心啊，来到上帝面前，佢讲主啊，求你赦免我只罪孽，我怀念呀，你哋求你赦免我。那你看，主耶稣讲啊，一个力量背嘅人啊，背一个祷告啊。每个得到上帝吹叹啦，每只爱敬拜啊，得到上帝接纳啦。耶稣讲咪，呢只超衰人啊，佢做那啲无卡啊，上帝看俾佢系一个对人，一个义人啊。特别解责啦，就讲啲法律上人啊，上帝完全冇看佢，因为上帝讲咪，呢只人系骄傲，持高持提出上帝面前啦，上帝能想看佢咯冇用，上帝看佢能想咪看佢唔起啊。特别如果一只人要谦卑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讲，我都会提高你只人了。那感谢主，听姊妹，如果今半日只个低，二两半日敬拜只个多人来做；如果只个今半日要更加嘅认识只个所敬拜嘅主，所以耶稣基督系幸福一点。只个比亚沙嘅人啊，只个普通嘅人啊，特别上帝讲啊，因为你咁样认识我呀，因为你咁样敬拜我呀。因为你系用谦卑来到我面前啦，呀！上帝讲我要提高你，呀，提高你超过别只人啦。你看听住未？呢就系上帝嘅恩赐。所以嗱，耶稣分提醒，呀，做呢个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及四十节咁讲，呀，耶稣讲咪，你当然啦，查求圣经，呀，因为嗱，你唔会啊，认错圣经啊，你要得到永生。嗱，耶稣讲话，你当然嚟查求圣经，系唔会生话嘅，呀，因为你读圣经读啦，后讲知得到永生。嗰啲个耶稣讲咪，本爱做见证嘅，也系理解圣经。呀，自己啲啦，自己认识耶稣啦，切取圣经读一啲啦，一切从耶稣嘅历史，讲耶稣嘅侍奉出世界里啲，讲耶稣嘅救恩，耶稣当时时加凡生升天。天父已经写出圣经读了，特别接不起耶稣讲咪，但系啊，你啲我切了，你看超我嘅见证，所以啲圣经读，但系你当然唔系来到我里啲啦，来得到你永生啊！耶稣讲啊，你唔系单强查考圣经，可能有永生；唔系单强查考圣经，可能我有啲读我见证，你读我见证。特别就讲你唔系来到我里啲啊，耶稣讲啊。你当然唔系行前来阿里跌啊，唔系来敬拜爱啊，唔系来相信爱啊，而嚟得永生啊。主耶稣讲啊，你都得到冇得到乜嘅，
也就是说，伊先啊，你都唔莫强贪，唔莫强看啊。特别咪爱落去，带有家属嘅面前啊，爱相信佢，爱打开心，爱接受佢啊。阿娘，现自家得到人生，弟兄姊妹，而你自家咁吃住，如果根本你自家真正，你啊，已经全心全意，啊，全心全力量啊，敬拜就要杀开住。自家爱得到咪，爱得到呢个人生。 只间啊，爱塔罗得到上帝嘅喜悦啊！爱塔罗得到上帝咪，该接纳阿门，弟兄姊妹。如果只间阿娘敬拜，只间阿娘来侍奉，特别个只间在上帝眼中，只间做啊，上帝看不摸，上帝冇接纳，唔接受，或者只间切所做，你等佢冷，等佢虚空，弟兄姊妹。所以呢，耶稣爱只阿神啊，千权见啊！ 讲我咪即刻都认家己要沟通啊，弟兄姊妹，即间认识耶稣，咪单场讲，我知耶稣，我听了关之基了，我听安多见证了，特别即间唔会认识佢，唔会要佮关系家己啊，伊即间唔要得啦，妈家弟兄姊妹，耶稣即间都认真真即间爱顶爱爱爱施教啊，爱服务你为耶稣啊，爱服务你为主啊，又本爱得到尽生个，本爱得到天堂个福分。 所以啊，当要责年轻人、旧类嘅年轻人，呀，都旧类，啊年轻，又要接背，名字好嘅，嘅年轻人出嚟嘅马太福音19章咁讲，亦都记录到耶稣，佢系问关于呢个人生啊，呀，耶稣讲，有，阿生你咪，你准你咪你识行出嚟，上帝嘅命令，嗱佢个出18节咁样讲，你背呢个年轻人讲啊。 叫每个命令啦，每个命令啦，耶稣讲咪，耶稣讲你唔好失言，呀，唔好偷人计，唔好犯奸贱，呀，唔好做假见证。嗰啲嘢咪爱孝敬一父母，嗰啲嘢咪爱别人捞爱你单杀一种。嗱，而啲靓年轻人啊，都爱耶稣啊，哦，咁靓啊！ 而且嗱，我已经做超啦，我做出嚟了，我已经识行出嚟了哇，很有受咪啦，你看一样嘅你多媒体，多几多计计计，安慰下我，人家讲真真，你后生先难缠哦，听住咪，人家啊，乜计佢已经做大话话，而且何嘅事情啊，而家看到啊，佢已经做出啦，佢做出来，我哋根本耶稣很有卖受到卖摸耶稣。 嗱，耶稣讲咪，如果你爱做万千人，今日你去，呀，仲一步，你将万一财产卖出去，卖啊，那你半你班敲钱人，过年啊，阿娘去那样得到咪，天堂嘅福分，让得到天堂嘅财产，过年啊，你系来跟随我，当你嘅后生人，听到耶稣阿娘讲时候呢，佢觉得见啦，朝朝少少，见面朝朝少少行人走。 因为同埋，一个财产安多啊，听住咪，佢表唔下，佢唔晓啦，牺牲啦，一个财产啦，而嚟听耶稣，结果呢，佢唔晓得呢人生，因为咪，佢唔会认识啊，佢唔会隔耶稣嚟沟通，呀，结果佢只系用耶稣少少行人走，冇得到乜计，因，亲爱听住咪，即系可能呢都按以前啦，耶稣提醒自己多年，而你如果自己多年。 爱，后自己嘅敬拜，能够得到上帝嘅接纳，自己真正啊，要计沟通甲耶稣啊，亦计关系啊，呀，何像攞个田用献啊，甲耶稣要计攞田啊，相合啊，阿用献啊，自己啊得到咪，将自己嘅敬拜啊，将能够通到上帝嘅心，自己敬拜能够通到上帝嘅笑啊，当自己嘅敬拜又通到上帝嘅心，又通到上帝嘅笑。 七道上帝嘅心，甲七道上帝嘅笑啦，打得几倍做善者本意，打得几倍愿意做大事情，打得几那种本意所爱嘅、所求嘅，上帝打得吹糖，你们啊，自家啊，已经啊，做啊，本来啊敬拜啊，恰到上帝了，得到上帝嘅接纳，阿门，弟兄姊妹，自家真正渴慕，让爱按渴慕得到，让献祭，弟兄姊妹，你也要渴慕，能够得到，让我上帝。 阿娘敬痛我上帝嘅笑，敬痛我上帝嘅心，呀！嗱，你看《约翰福音》，
第四章第二十三节，自家囡仔用八年敬拜主呢，而人该用八年来敬拜佢呢。耶稣用讲，时候已经到了，立下手下了，我真正来敬拜上帝，今下你的时间啊，我来真正敬拜上帝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莫搞搞笑笑了啊，莫冷冷淡淡了，莫日半日呀，日半少呀，这个时间。上帝讲买，耶稣讲买，我真真来敬拜上帝了，我全心了啊，我千万啊，呀，来敬拜上帝，我用心灵甲信息拜祭，呀，因为天上阿爸，我阿娘甲人来拜祭呀，我用拜人的人呐，我用买真真来敬拜上帝的人，我用心灵甲信息来敬拜祭的人呐，上帝讲爱惜亲阿娘甲人了啊。听住咪，今下自家系阿娘嘅人么？你系阿娘嘅人么？系上帝爱么？听住咪，你系阿娘么？系上帝爱么？嗱，自家今下冇自家确认确认，系啊，主啊，求你多容爱，使到我能够向做你所爱嘅人去敬拜你。阿门，请你听住咪。嗱，将福音提示将二十四节讲起讲咪啦，上帝系责令。所以敬拜敬呐，大得爱用为心灵甲信息来拜敬。如果自家敬拜上帝，自家用自家头脑，用自家聪明智慧，用自家知识，用自家学问呐，自家大得得唔到上帝。自家所拜呐，所敬拜呐，大得呐，上帝唔要接呐。咁呐，唔得话通唔到上帝啊！上帝讲你敬拜爱你，用咩用？你心灵甲信息呐。阿娘兄啦，真系有插到上帝嘅心，有插到上帝嘅心，有通到上帝嘅心，阿咩？所以呐，真系听住咪，即间呐，今下明白，耶稣按清楚咩实实啲了，即间应该用乜敬拜就喺上界天上阿爸呐，要就咪用心灵甲信息嚟拜佢，阿咩？嗱，即间今日呐，提醒即间多人，就系讲啦，即间敬拜呐。喺讲自家嘅上帝，自家所敬拜嘅交通啊，弟兄姊妹，自家嗱按渴慕上帝，按渴慕自家嗱敬拜佢，上帝真真嘅嘅心照自家当然来拜佢啊。我唔系讲上帝按，老人家讲咩哦？按爱人家嚟，赞美哦。老人家讲，下冇咩人家系婚姻，系婚姻，不是讲老二啦，何物样咩呀？上帝咩样啊？人？特别上帝安渴慕，佢会接受一个啥敬拜啊？听住咪，佢唔会一个啥敬拜呐，变成空噶冇意思啊！嗱，你看自家看到上帝几多嘅奇妙哈，所以呢，自家啲呢，自家嘅敬拜啊，大半自家都应该上帝嘅交通啦，变成咪冇钱好好啊？有了敬拜呐，呀，自家有啊样敬拜上帝啦。或者自己能够将把自己上帝的交通呢，能够保持得好好啊，何尝以计捞强人每人自己都认，呀，冇有人后来通自己都认嚟，冇有你都魔鬼后教教自己点都认啊。如果自己用计心认识计带出敬拜，本就阿实上帝，自己呢上帝能够咪用保持人自己都认好好，呀，自己个上帝交通都安流利啊。自家嘅心中度嘅 boy 啊，只一讲出本上帝听啊，上帝都安慰听，亦都安人听啊。自家当然所讲出嘅心中嘅 boy 话，咁啊，咪个咁啊，自家嘅敬拜呢，个表示出嚟，自家个上帝嘅交通呢，系呢安流利了啊。你哋自家知道，好像大把嘅声音，咁样嘅谈话，你哋安何讲啊？嗱，呢度提出嘅。第二呢，自己敬拜呢，本就当然能够灵感对上帝啊。自己晓得哦，我系用做呢，何么合到上帝么？我系用做呢，系唔做得咯？你看上帝唔欢喜咯？上帝唔做得，唔系我系用做。你哋个你自己晓听我上帝嘅声音，自己啲哦，上帝嘅爱讲法嚟边下。嗱，而啲呢，自己呢，因为同埋自己都敬拜啊，敬拜呢，但系本自己当然能够灵感对上帝。嗰年啊，第三位呢，敬拜呢，能够本自己啥？坚强噶坚固，听住咪，自家要多多敬拜上帝，自家达得信心坚固；自家多多敬拜上帝，自家信心达得坚强，听住咪，自家唔会阿掹脚痛，唔会阿掹怀疑，
唔会阿妈灰心，唔会阿妈失望，弟兄姊妹，呀，你都提三个，过年那金牌那本一家人买，一家人叫享受家属个爱，个享受上帝个保护啊，一家人用金牌那，上帝他得冇亏哦，一家人呢，弟兄姊妹，佢他得将把佢个爱领导本一家人。慢慢的去领导本一家人，这个保护的困苦大得每人一家人啊，弟兄姊妹。如果自己有带出敬拜的神法，弟兄姊妹，呀，所以呢，敬拜神法呢，本自己点解上帝的交通啊，保持得好好，无人间有你教教，呀，我哋春天而咪敬拜呢，本自己神灵嘅灵感对上帝，安啲上帝嘅爱，安啲上帝嘅视角。呀，按地上地而且干用帮人做，那过年那只阿金牌呢，本只阿三能够坚强噶坚固，按就那只阿金牌呢，本只阿三能够呢享受上帝的爱，噶享受上帝的看顾，那所以那只阿当时呢按父母呀，这个金牌呢，本只阿当人噶只阿个生命个念头啊，变成有沟通呀，你即刻袂到落到两班的前途。即刻像講見下出啲嘅過闊嘅時間，呀！即刻未落到熱嘅熱嘅情況，何像呢個經濟方面得到交通，呢個生理方面可能得交通，呀！很多嘅方面可能得到交通，特別展出自己要敬拜嘅身份，挑戰冇人記得，上帝啊，唔會唔記得你嘅，上帝啊，答得啊！一个眼中很肯定你，因为一个敬拜能够达得通到上帝的心嘛，弟兄姊妹。所以呢，有时自己都是无费心，弟兄姊妹。继续你一种敬拜，可能今日一个情况，就你来看黑暗无嘅，就你来看可能你失亏，你失本呀，你好像冇得到马界呀，冇得到累呀，冇存累呀，按多次咯失去冇黑一样。望白蕉诶，今日变摸黑；望白蕉要摸多诶，摸黑；望白蕉到要木诶，今日摸黑。特别上帝讲，你打得黑诶金牌诶，自家肯打得黑诶金牌，继续金牌，自家好实嘅做。因为上帝讲啊，我打得唔会忘记你，我打得冇离开你，我打得冇放下你嘅，完全咪揸稳上帝嘅话语。因为到咪出金牌，上帝讲咪，我系爱你嘅。所以敬拜一家啲啦，上帝接受一家多人。所以一敬拜先啦，上帝讲我救了你了。所以一敬拜啦，一家啲，一家系上帝嘅圣人啦，一家嘅阿爸系啊，系一家嘅媒体嘅上帝。冇见啦，一家多人唔要做乜嘅挑战妹，一家冇上帝，一家唔要做乜嘅，一家做乜嘅都冇意思。如果一家冇上帝，冇一家系阿爸挑战妹，所以啦，挑战妹记得呀，一家啦，上帝爱一家多人。上帝接受自己多人的弱点，佢对自己很多很接受，特别佢很爱接受自己多人，佢救自己多人，从那个罪恶、污秽的、黑暗的，佢拯救自己多人，攞我嘅光嚟，自己变得嘅圣人，自己上帝就是阿爸，弟兄姊妹。最尾嘅经节，所以嘅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三节咁讲，爱靠出基，呀，就系讲基，就系讲上帝，本爱就力量界。乜嘅事情我都能够做，所以呢，只能调转位，只系见人靠出埋身啦，就单单靠出自己嘅主耶稣，单单靠出自己嘅主耶稣，只系能够做出咁多嘅事情。阿门，调转位，佢本自己有力量，也只系能够做咁多嘅事情。呀，你揸稳上帝嘅话语，调转位，唔好焦头，只系更多嚟敬拜佢，更多嚟到上帝面前。呀，用谦卑的心，用渴慕的心，用信教的心来敬拜这个神主，相信上帝呐，一个眼中，一个心嘛，呀，都将吹本就阿妹赞人了，阿门，哈利路亚，呀，这个非常个要提福气，因为今半夜这个能够做上帝的圣人，希望这个妹仔格里古里非洲，呀，这个更落更深来敬拜这个神主，落更深。嘅关系，嘅沟通，或者一齐嚟做，阿门。我相信上帝嘅爱，提念到本每只弟兄姊妹，呀，上帝凡呢，今朝先讲呢辈子，就点解慢慢
做咧结束嘅祷告，嗱我唱跳短短嘅歌呀，来本自家都念，能够变成自家世界爱，自家世主呀。爱爱你，爱爱你，爱爱你，耶稣，爱爱你，爱爱你，爱爱你，耶稣。敬拜你，敬拜你，敬拜你，耶稣。敬拜你，敬拜你，敬拜你，耶稣。敬爱你，耶稣。阿门，哈利路亚。即个落祷告呀。主耶稣，我啥非常感谢你，因为你系我哋人所敬拜、所赞美、所高举嘅上帝。你为嘅当人做出安多奇妙嘅事情，为嘅当人开路。安慰我的人，坚固我的人，主啊，我都安多这个时候呢，还做不到本意主啊，我的人还忙后，献上敬拜来热闹你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的人，直到从今开始，我的人爱改我的心敬拜，我的人爱来真正来敬拜你的主，不会搞搞笑笑了。唔会热笨心，唔会用嗰啲啥嘅聪明智慧，唔会用嗰啲啥嘅学问嚟敬拜你。但我当然爱用嗰啲啥嘅心灵嘅信息嚟敬拜你。你按用佢嚟敬拜，你都能够恰当一个心。主啊，求你帮助我当然，求你帮我神能够有个更有渴慕嘅心对你，改善我当然嘅敬拜主啊。求圣灵帮助我的人，使我的人所献上的敬拜赞美都能够拥着你的名，能够使到你的心得到欢喜。感谢你主啊，求你的圣灵来恩膏你的凡意，使我的人更加得到超超，更加的能够状态出我的灵性方面显出你的凡意，能够改进我的人的神法，能够带我的人能够落到做出上帝的意思。感谢你主啊，一切用着我所用的名，求你提师父每集 Gregorio 的回召，无论几多少所做的，几多少的事业，几多少的工作，几多少一切的计划，求上帝提师父，求上帝提的祝福，看顾几多人出入平安，全家无提世劳伦都平安，身体健康，不会有病痛，一切叫啥所求嘅、所托嘅，仆人相信主啊，你吹糖，一切嘅用着佢上面嘅名，主啊，劝劝共我啥结家，劝人家帮助，做呢个国费系咪结束？更多嘅很多很多人系不平，叫主啊，使你治好啊，做呢个病痛嘅，做呢个软弱嘅，叫圣灵提嚟做工，来恢复几多人，又帮助我多人进步，一切叫啥？一切进步嘅计划。是为人民好的，一切都能够实行出来。感谢你主啊，大量看顾每一个家庭，大量看顾每个教会，每个仆人，叫啥个侍奉，求上帝大量，求上帝祝福。一切用着归上帝嘅名，按样祷告，奉耶稣名求，哈利路亚，阿门。好，听节目，即家起来笑，即家来接受上帝嘅福气，念主耶稣基督嘅恩惠，上帝嘅慈爱。心灵感动，甲弟兄姊妹同齐，从今开始，一切都润润润润，哈利路亚，阿门。